待一点，不要在这边。不是后往后啊，往后等一下往下来就引到。哎、欸，你他妈！老人，他妈是不是有病啊？你不要再出手了，你是有病，告诉我。啊，你打他干嘛？不是打骷髅？对啊，不是说打骷髅？对啊，老人，你干嘛打他？这为什么你要打他？看你们这种智障死，真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。哇！浪费时间，他妈的，再玩补好了。玩什么东西啊？